这和那种 brush 的这种笔是类似的、因为它也是上这个墨囊的，就是这种跟钢笔一样的墨囊，然后我有多加一盒这个 T 芯，然后它的这个竹头呢，把这个保护头去掉了之后，就是可以像笔一样的这样套上，然后又可爱，然后又很有 feel， 看这个竹子的这种质地，竹笔应该就是，然后这个头呢是这种应该沾了水之后就会变软，我觉得和那个 brush 的那个笔应该会很一样，但是这个很别致。哎 OK， 这个呢就还是一支笔了，它是这个加了，这个应该是一支圆珠笔，加了一个它的这个皮套，在皮套上面呢依然是有一只鹿，然后这个颜色和我的那些本皮树衣是比较搭的，所以我选了这样颜色，还有其他好多种颜色。然后这个就是一支普通的圆珠笔，是可以抽出来的，我觉得用完之后应该也是可以把其他的笔就是灌进去的，因为毕竟它卖的就是这个皮套嘛，对不对？非常棒。 OK， 继续这一趴呢，就是所有的这个 TN 工厂店购入的，因为这一次我想入的这个 Travel Tools 系列在每家店都有入吧，没有限定是东京站或者是成田机场，所以我就这次只去了这一工厂店，这一家店基本上都 all 了，除了那个不太用得上的那个小信封，那个小卡片那个之类的。然后这个呢就是标准款的内心，我越来越发现我现在的 TN 的内心好像就没有正常普通版的，全是限定款的，这样用起来真的是太棒了。而且这个封面的话，这个不需要我装饰了，它已经装饰好了。这个这是另外两本，就是看见了就入了，这个是大人的练习帐，它那个里边是会有那种像画教你画简笔画一样，在每一页都会有一个小画。这个呢绘文社的联名的吧，也是这样，我觉得封面挺好看的，然后就入了。然后这个是标准款，这个是护照款的，这个也是粉粉的颜色，好好看哦，都是这种旅行物件。剩下的呢就是一些 accessories， 这个是贴纸，2020年的贴纸，这个呢就是大的这个垫板，全部都是 Travel Tools 系列的啊，这是小的垫板。然后贴纸呢入了这一堆，就是 Have a Nice Trip， 这个也是啊，然后再就是行李箱的 sticker， 这个多，我觉得这个挺好看的，所以我就多入了一个。这个是跟成品合作的那个系列，他最近的合作款越来越多了，而且我最近看到新闻说他会越来越多的开这种合作店，就 partner shop 这种的方式吧。然后这两个是帮小伙伴购入的积木丸，这个是我自己入的这个黄铜挂件，超好看。 OK， 继续。刚才还说漏了，还买了有这个 Travel Tools 系列的胶带，里面全部都是这种让人爱不释手的这种的小物。这个呢是我在逛街的时候就是计划外的，但是非常非常棒的一个书衣，我也是为鱼白准备的，我就为鱼白准备好多。然后它是这个牌子，是来自京都的这个 Ayano Koji 这个牌子，这个就是布艺的这个书衣都会有，对不对？但是布艺呢这种口巾包带这个扣的就不多了，这个图案又这么好看，关键是它打开这个里面也很好看，有没有？其实我最开始选的是一个像那个Manny Michael 那种的，就是波点的，但是后来进的所有的幻想，而且这个质地是
很漂亮哎，这里还有它的 logo。哎呀，这个好喜欢，虽然有可能将来某一天它会被我当做抹布，但是我还是拥有了它。OK，那我们来做它的开箱，有点好不舍得。那个服务员在问我，说要打包是寄红色袋子还是寄金色袋子？因为伊东屋它本身不是红色的这个回形针嘛，所以我就想要红色。后来我想了一下，我又反悔了，马上改，因为我想，哎，圣诞来了，当做一个圣诞礼物送给自己，不是也很好吗？就改成了金色的蝴蝶结。好，那我现在要非常不舍得的把它拆开了。顺便说一下，他们这个包装的手法真的是让我学到了，而且这个蝴蝶结打的真的是那叫一个溜吧。这里还有一个他们的小贴纸。OK，这种手账而捡废品的心又燃起来了。平平无奇的一个盒子，里面却装着我的肠道炎。哦，这里有那个邪恶的标志。哎，到了！哇，这个盒子很有手感哎。我买的时候都没有怎么注意看，准备好开始，哒啦！我买的呢是 NMF 肩，重新来，我买的是 NMF 肩，是最细的，就叫它那个上面就是太细，然后呢，这个是黑金的组合，因为我觉得黑金是最经典的，那我们打开来看一下，长度呢就是我这样一手长。长度呢就是这样，我一手长，这个形容可以吧？然后呢，其实挺小巧的，我觉得，没有就是看着他们胖乎乎的，打开看一下，上面写的是1911，它的那个金尖。然后呢，打开，里面是要装上墨器的，我的上墨器呢？请问，哦，在这里，这个里面呢就是它的上墨器。哦，我现在要装上，因为我要写啦。哇，他还有送我两个那个染，哦，他有送我两个那个就是插入式的那个墨囊，送了两个，什么颜色？黑色的墨囊。这是他的这个送的一个擦笔的这种的棉布啊，上面写着写了的标志。这个下面呢就是他的这个万年笔的保证书，这个是他的使用说明。我是在这个伊东屋买的，然后我这次没有去银座的伊东屋，我直接就是在涩谷的伊东屋买的，因为我这次住涩谷离涩谷近，而且本来呢是打算专程去买的，可是结果我在某一天下完地铁找出口的时候就碰到了，正好在那个。我也不知道那到底是负几层还是正几层的，和涩谷站不是很大吗？所以我就，哎，择日不如撞日，我就进去把它给买了，在我的那个探店的那个 vlog 里面会有那一个，然后当场其实我当时也有一点犹豫，到底要买什么的粗细啊，到底要不要买呀？我也做了很久的功课了，但是我在下笔的那一秒我就决定我要买它了，因为它的这个长刀眼本来就是带有一点那种美工笔的感觉，可以看这一个头，它是那种就是这里我不知道就是可不可以看出来有一点那种。我也不是钢笔行家，不知道这个怎么，就是那种凸起的小包包，然后他写字就是真的是字带加成，我觉得，就是很写出来会自带笔锋的那种。然后我把我在当场试的时候，的那个就随意写的那个字拍给家属看，然后他还说，这是你自己写的笔锋吗？我说不是，这就是这个笔写的笔锋，我没有刻意的要带笔锋。然后我试了一下，是决定是要哪个头，我觉得，还是 NMF 比较适合我，因为我喜欢写稍微细一点的字，这个粗细的话，我觉得跟0.5。左右应该也差不多了，所以再往上去加粗的话，我不太能受得了，个人喜好吧。和含税价是55,000元，然后退了一个5,000元，所以折合人民币应该就是3000多出头的样子。好，我现在来蘸水写一写它。我拿出了我的两瓶在这个文具女子国上买的唯一的墨水，唯二的墨水是这个荷尔拜因的，一个是橄榄绿，一个是这个咖啡色啊，正好试一下，合二为一，一举两得。哇，这个我觉得惊艳到我的是这个橄榄绿的这个颜色好看呢，我没有这样的淡淡的绿。这个颜色也很好看，当然了，我也不玩这个彩墨，只是心情好的时候就会买一买，重点是看笔。
好险好险，太好险了，太好险了。这个讲真，说实话，比我的目前那只红蛇书写感受是好不知道多少倍的。红蛇买回来有一点点那个出水不畅，然后我还专门查了高米论坛，我还中间给它刀了一下，当时就是冒险的心去刀了一下。好在后来刀了一下，然后我又给它换了一些可能适合它的墨水吧，现在比较通畅了，嗯，但是不如这个买回来就那么的让人喜欢，太棒了。的主题一，这三个是他今年的这个新款，是这个早餐，然后饮料、甜品这样的主题。这是一些这个复古的这个手型的书签夹子之类的。以上呢就是我所有从日本购入的东西，好，这一次就已经分享完毕了，感谢观看。